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要等一下要做一个轮回。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轮回是我们工作团队对伟伟，但是呢，这次的轮回我们是要来对露露。那等一下，我们现在要就是我们要先彩排一次，我们要看整个轮回的流畅程度顺不顺。所以我会等一下他会一人四三角，所以等一下我又会自己变成哲哲，又变成露露，又变成伟伟。他就说：“哎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露露，我是哲，我是伟伟，这样子。”好，但是我现在这个视角就是我有点像上帝视角啦，我要看全部的状况。那我们就开始测试吧。整个纸箱就会跌倒，而且这个为什么这叫纸箱，就是跟它的开箱其实是蛮有关联性的。来，这是第二次的那个轮回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然后一样会有弹珠，因为我觉得轮回最重要就是重复的动作，重复的讲话，这样才能让人家有那个记忆深刻，就像一样鬼打墙一样，会撞到再撞到。好，可以睁开眼睛了。好的。我觉得呢，一到如果跟打个预防针，一到我们团队的那个想法，他们就越发越可怕。啊，好。我可能没有漏塞了哦。天哪，我有漏塞，真的漏塞，我有开铃声，但没有声音。喂。这什么？那你要不要自己等着，自己来？心目中的答案，我根本没有办法办。天啊！你们想要打破几个杯子？这个厨房的东西没打破了。全开会。好，来，有点电。好，那么三个一，我们提出我们的正确答案喽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三、四，破破破！怎么了？哦，大家真的很机灵哎，你知道，露露，你看，为你展现就是我们团队的这个活力跟敬业的精神。然后在闭眼的这个时间，就很想要听露露唱一下最新的那个哎 ，Hey baby。喂，这边我跟你讲，你不要说听他唱一下，你就直接唱，你就唱这样的字啊。啊，硬硬的。我敲一下镜头。哦，好，你们真的很专业，很注重那个镜头的位置。这到底是什么？真的？这是什么？这我真的不懂。啊，这是最准。而且它有四肢的感觉，该不是我最害怕的东西吧？觉得这真的蛮不妙的。哦，天哪，你今天打破连三个杯子了。三、二、一，请揭晓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就我说三二一，我们讲 friend 啊，讲 friend， 然后可以恭喜露露新专辑发行。对，没错，恭喜露露新专辑发行。赶快听这张专辑《29露露的时光缝隙盒》。但其实有些人你知道会避讳九这个数字，但露露哎就没有避讳。没错，他觉得浓缩了就是他这29年的精华，他说二跟九紧紧连在一起。好啦，而且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这个轮回之前，其实我们排练过，然后文字上讨论也很多次，然后他们自己也测试蛮多次的。我相信，等一下除了电话那边不要漏塞之外，我觉得应该会成功，会顺利的进行。好，那哲哲日常就到这边结束。如果想要看更多哲哲日常，我觉得欢迎订阅，我们这边就会发一些幕后花絮啦，然后运动穿搭还有保养这些。OK， 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